如果有个妹妹当街给你表白，你会如何回答呢？好看不好看？重要吗？有点重要。好看、啊。性感不性感？哎，不是，我还没有问完了，我还没有表态了。我觉得你的态度已经很危险了。不是，我肯定不得乱说。好看也性感。有没有钱？有钱好看也性感。那不可能搭讪嘛？我是个啥子东西？你要这样子说的。我就是好看又性感，还有点小钱的女生。对的呀，我就是高攀你了的嘛。我也觉得，尤其你没理由。对的呀。你找不到比我更好的。不一定，但是不可能再找，因为想跟你一起走嘛。好不习惯，哎、你今天。好不习惯。就一点。哎呀，那么浪漫的事给你。我的手机摔坏了，学个。我做了我就听见你。抖音。